看看新闻网。我们再来关注4月6号啊，当今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五月天啊，再来到上海开演唱会。而这场演唱会呢，则是圆起一个承诺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承诺呢？看看。上海是地球上票房最高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今天我们回来了，就像我们当初说的，要在票房最好的城市回来答谢大家。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你们也在这里。带着对歌迷影迷的承诺，五月天回来了。虽说此次演唱会是为了一场回馈歌迷的免费演唱会，但五月天可没少花心思，准备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，让一路追随五月天的歌迷回味了最初的感动，更引发了全场数次的大合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免费演唱会更有一个温暖的主题，那就是响应捡回珍珠计划，关爱失学儿童。而作为该计划的代言人，奶茶刘若英也是空降演唱会现场，与五月天合唱了拥抱，并为观众带来了成名曲《后来》，将演唱会推至高潮。新闻在线，上海采访报道。